人们轮台北报道，日本男星反町隆史因演出麻辣教师 JTO 与松岛菜菜子相恋，两人于2002年步入礼堂，育有两个宝贝女儿。日前夫妻俩出席小女儿的运动会，虽然低调仍掩盖不了巨星气场，掀起热烈讨论。据周刊女性报道，反町隆史夫妻当的两个女儿都先后就读知名私立女子小学，五月中旬是举办运动会，夫妻俩都戴住墨镜并穿白色情侣装帮白队的女儿加油，两人就像一般家常紧盯女儿在场上的表现，并且站在一起的模样宛如拍偶像剧般浪漫，但他们似乎担心打扰到其他家常，一直站在人群后方观赛，之后才下场与女儿一起跳舞，并不是拿相机与 DV 拍女儿。对于记录孩子的成长十分讲究，最后女儿的队伍赢得胜利，两人也相视而笑，甜蜜气氛藏不住。反町隆史左与菜菜子结婚多年，资料照反町隆史有夫妻当现身女儿运动会，翻摄自周刊女性，反町隆史左与菜菜子真心为女儿加油，翻摄自周刊女性。